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坦克成了峡谷里最孤独的人，队友宁愿吵架也不来支援，热闹是他们的。这里只有两个孤独患者在自我拉扯。啊，坦克那么肉，坦克那么能扛，坦克怎么不上啊？坦克怎么保护的？答应我，新的一年对坦克好一点。其实坦克也需要被关爱的好吗？我们说说玩坦克的意识，听了你就知道坦克有多不容易了。坦克呢可以单走边路，也有当辅助的。首先我们来说说单走边路的坦克，代表英雄有程咬金、猪八戒、吕布、刘邦、凯等等。坦克走边路啊，一般走的都是对抗路，歪路地形不容易被 gank， 而且兵线经济高，一般留给射手。我从来没碰过钱，我对钱没有兴趣。对抗路的第三个小兵呢是经验兵，所以开局谁先拿下对抗路的兵线，谁就可以优先升级。虽然很多人都喜欢玩战士边路，但是一些回血能力强的坦克玩边路也是很舒服的，所以压线最重要。其次就是等队友来支援抓人啊，毕竟在线版本的地形中，对抗路比发育路更容易 gank。 我的天，坦克边路居然不是过了。当然不是啦，因为你就会发现对面的支援走下来的更快。 Surprise motherfucker。边路坦克还有一种特别烦人的单带玩法，代表英雄有程咬金、刘邦等等。这类玩法重点在于单人带线拉扯战场啊，毕竟这是个退塔游戏是吧，又不是杀人游戏，但是肯定也会有很多人被这玩法坑过来。难道你就没碰到过那种真的就是纯带线家都炸了也不来管一管的人吗？除了边路，坦克也可以当辅助，代表英雄有太乙真人、张飞、庄周。我知道我知道，辅助最重要的就是不抢经济。我从来没碰过钱，我对钱没有兴趣。但是也一定要记得保护后排，保护后排，保护后排，不要冲着冲着就忘了后排。简单粗暴的总结就是，谁过来打输出你就打谁。至于开团的时候呢，不管是边路还是辅助，都要看看队友跟不跟得上，跟不跟得上，跟不跟得上。尤其是那些有团控技能的，先手开团的英雄要等输出跟得上才上啊！你看看你看看，坦克多不容易啊！那么你最爱用的坦克是什么呢？赶紧留言告诉朵尼吧。欢迎大家留言点赞收藏喽，爱你们哟。